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，我要派出两位徒弟共同来完成第一轮的比赛。哦，哥姐姐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陈哲伦，就是来自浙江湖州。大家好，我是肖志俊，是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大二的学生。猜猜我是谁？每队派出一人蒙着眼睛抓人，其余人在30秒内站定，站定后不可移动，抓人者抓到人后需要准确地说出被抓者的名字才算成功，如果说错则可重新选择站位，规定时间内抓到的人数多的队伍获胜。鸡给我，你要。什么都看不见。我觉得我可能会摔死。我头好晕，你们这个东西。哎，力气这么大，力气这么大。